Camera man。就比如说你们现在拉我是26嘛，嗯，这样的话你们是5加15再加6就拿到20，就拿到26。对，所以要5粒，一定要5粒，然后5粒都要变成这其中一个号码。对，加减乘，加减到这个号码。然后里面会有两颗金色球，两颗金色球可以代表任何符号，由你们决定。OK。那话你们 get 到意思吗？ get 到。OK。下午目前那个汤。Yes， 有人，有人咯，有人了，其他把门就新了，新了，哎呀，其他把门了，谢，他们偷走我的汤匙了吗？真的吗？那我们应该不止十五分钟。将你们闭一下眼睛啊，开灯。我把你的汤匙带出来。等一下，我拿水瓶一下，我的水瓶柜在这边。这个好吗？这个好吗？这个好吗？三个人你们玩了吗？那个下面的。会有一个人如果抽到反派要被。等一下，刚刚谁拿走我汤匙的？谁抽反派会扣钱？要被扣。等一下，你的朋友哎。我朋友他是抽到Hello。这样的话，你们的时间是十五分钟，然后一次只可以拉五粒出来呀、啊。如果不要让我丢弃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啊，可以，啊，你们这样打仗，而且有这个五个八，所以你们可以一个一个解，你们两个人是一起合作完成的。可以全部两进去吗？记忆力不好，你先一个一个慢慢解哦。六二一二三，安安娜。对，那你开灯。来开，帮你开挂一下，开一点挂给你。没问题，要停在这里。这里。哇，这个真的很过分。还偷偷的帮你们一下。谢谢。谢谢。这是什么？是，对，任何符号。一，大家一组。哦，没有用这个符号，是我。有时间限制吗？没有。十五分钟，十五分钟。做给他就不要。可以用手。不可以。嘘。这里只有三个人看到。目前三个人看到。加89，19，19加。19加。11加18等于19 19 26加7要加7加7加6都可以，因为我们有256 8 OK Let's go 是要这样子拿出去、啊、那你可能这样子一个个拿出去出现、嗯、这样子拿出来啊 Hello Hello， 这样拿出来呀、啊？对，你摆在那边给我。OK。我刚才一过来。我里面那里自己滚掉了，来五个，一个完成了，谁啊？快点快点，八加，要解释，八加六加十一，对吧？我算错了。19 19 15 25 25，这是25 OK 走，看不到了，有32，有32加20，20加15 3535要减2。看不到，看不到，你看不到。看到，看到。不要给你看。减2，35减
不对，三十五减三的，你想想，要三。我看到他们是有用汤匙的。我进球，想进球。还想可以用手，可以用。不上，不上。出去，出去的时候用汤匙。不上。早上，早上。你说啥？进球给你用。小心啊，地上滑啊！我们有指脚纹，脚纹。给你们按到完。谢谢你的光，真的，很感谢你。继续找，我先猜。那个是三十二，十五加二十，六二十六，二十六二十八，还有一个我忘记是啥。二十六二十八，还有。三十二。二十三。二十三。二十三。OK。随便 OK， 明白。还是四十九加十四，二十二十三。数几个字？一定要数个球哎。十九加十四进位，对呀、啊，也不对，三十四的哦。是不是三十四有十了啊？姐姐、嗯、，OK， 这样姐 ，OK， 可以。来，十九进位加四二十三，二十三加十三十三对。只要减十我都十了你丢回去啊啊各位 Let's go 你先我把你们球丢回去哦真的对啊还没走叫过分
喇叭了，喇叭了，我没算了。OK。那个是减加，他拿出去什么？减。他拿出去减，我要找十。是的，减零，它是减零，所以它是等于二十六。差十。十的，都十。哦，走进去，走。在哪里？探索吧。我要讲确定还是自己就说，然后你写的。他会看这个东西，如果有这个东西啊，他就给你们玩。虽然他是开还是没有开的，还是可以去玩。开了。开，你已经打开了。再往我这边就可以去打。好的。等一下，我帮你们进钱。所以你们成功了，会洗清420。要完了，等。四个。